韩式证件相近年变咗一件唔少香港人飞亲去韩国都必定会做嘅事。我三个月前都喺韩国影咗一张，不过由今日起终于唔使再咁麻烦，因为香港都有得影啦。香港第一间韩式证件相影楼早前透过旺中李出桥我出铺创业总支计划，成为第一位计划得奖者，获得旺中铺位经营权，免租三个月。呢间极具韩国特色嘅影楼设有一站式嘅拍摄服务，由化妆、衬衫、影相、拣相去到执相，全个步骤都有专人为你服务。影楼化妆师用心讲解化妆过程。影证件相，发型亦相当重要。完成化妆同 set 头就可以去拣衫。务求影到一张啱心水嘅证件相，摄影师仲会耐心调校拍摄嘅角度。影完相之后就可以拣相啦。影楼除了可以拍证件相之外，还有一小时的任拍服务，提供多款头饰给客人选择。韩式证件相影楼店主郑明慧在读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构思一站式证件相服务。前年到啦，其实韩国开始真的兴一些嘅好优质的影证件相服务啦。咁跟住我嗰时已经好想，其实系香港有一间嘅啦。咁有萌生过话会唔会自己开呢，咁但系中途其实已经谂租金嘅问题啦，因为好大风险啊，一签就要签一年约啦咁样。咁跟住到所以之后其实都冇特登再去谂嘅，但系直至到旺中有呢个你出叫我出铺嘅计划嘅时候咧，咁就即刻眼前一亮啦，因为其实即刻嗰个租金嘅风险就冇咗啦，咁就即刻写咗个 proposal 就俾旺中咁。香港其實是主打韓式證件相呢樣嘢咧，其實係真係好少，甚至乎佢可能佢可以叫做第一間添。見到一類零售不停咁轉變啦，咁我哋希望可以將加入多啲新嘅元素嚟我哋商場。我哋一個對象嘅啫，就係有橋嘅人。咁無論佢係留學生又好，亦都或者可能佢退咗休又好，只要佢有一個創業夢，我哋覺得係適合喺呢個商場嗰度做到嘅時候咧，咁其實咧我哋都係非常歡迎嘅。橋唔怕夠，最緊要手。你哋有啲咩橋去實踐創業夢咧？